此因牛德水起初不肯招供，不得不施以重刑。之后，牛德水不久便招认了吕庆，确系主谋。陶承旨，你如此酷刑，谁能扛得过去啊？陛下就是深知此案重大，才命你据实勘问。难道你就是用酷刑来了结的吗？启奏陛下，刑部审案自有其规矩，该施以何种刑罚，乃主审官。 依据我大宋刑律而定，对牛德水和霍氏施以重刑，也是案件审理的需要。牛德水乃朝廷要犯吕庆的女婿，他深知只要是不供出吕庆，他便无大罪，日后还可以继续仰仗他的泰山大人。因此，他怎么能轻易的如实招供呢？陛下，臣以为。 朝臣旨依据我大宋刑律而审案，绝无过错。陛下，吕庆乃朝廷重臣，既不能因此放纵，也不能使其蒙冤。精神至今，还不能确定吕庆为主谋，如何能以极刑定罪？正因为吕庆是朝廷重臣，才更应该严加惩处，如此方能肃清吏治，取信于民。陛下，臣以为吕庆该杀。 难道为了肃清吏治，便动辄杀以朝廷重臣的威吓他人吗？若如此可行，何必以朝臣旨来兼任刑部侍郎？随便在街上找个百姓即可。陆学士，你这话是何意？在下这刑部侍郎也是陛下亲命所委的。朝堂之上，虽是廷议，岂能喧哗？陛下。 臣一时气愤失态，请陛下赐罪。赦你无罪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还有何人启奏？启奏陛下，臣以为卢学士所言甚是。吕庆一向对陛下是忠心耿耿。 对我大宋建国立国，可谓是功勋卓著，呕心沥血。此案虽然牵扯到了他，但并无实据焉能治罪。臣以为该当以降级处分。陛下，臣以为不然。我朝曾有官员前去成都处理蜀国事务，他们竟然贪赃蜀国的库帑，侵占皇宫宝物。 以我大宋刑律已经罢官，而今吕庆受陛下钦派赴成都，全权处理蜀国一切事务。他竟然胆大妄为，贪欲膨胀，重蹈覆辙，视皇恩于无物。陛下，若不一律当斩，臣唯恐地方官吏纷纷效法，我大宋危矣。 大伙儿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臣以为，可念吕庆昔日之功，将其流放到登州沙门岛，足以让吕庆反思悔过。楚昭府所奏，不无道理。牛德水等人，黑心敛财，罪不可赦。处死吕庆，是否是该案的主谋？没有实证。 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定罪，但他作为一家之主，其妻、其婿，打着他旗号，犯罪重大，而他居然不知，如何能不治罪？以儆效尤。前念吕庆曾有大功于社稷，朕且法外施恩，让他与其妻霍氏一同流放。 但不是沙门岛，而是普济寺。着。
但愿你刚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，以后更要谨慎行事。是是，下去吧。谢宰相大人。还有你，刚才廷议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说话呀？宰相大人那么坚持处死吕余庆，刘忠诚、陶承植也与宰相大人所见相同啊，而陛下尚未肯听，在下说什么能有用呢？大人呐，以在下看来，不必再想吕余庆的事了。正是唐三司事务，政、军、财，还不都掌握在大人您的手里吗？这可是有史以来所有宰相所没有的。这个我当然清楚，可是我担心他编撰完经典诗文之后，官家还会再用他。当然了，他是负罪之人，官家就是再启用他也绝不会重用。可我这次本来是想一石三鸟，既处死吕余庆，也赶走沈一伦，最关键的是借此制服赵大隐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官家竟然如此心慈手软，把他发配到寺院。官家这是何意呀？普济寺在哪儿啊？罪臣吕余庆拜见陛下。起来吧，坐。罪臣不敢。朕今日叫你来饮酒，你可要明白朕的心意啊。谢陛下。早朝时经过廷议，最后决定将你夫妻二人发配至普济寺。朕这段日子以来内心的郁结也算是做了一个了结。普济寺那可是一块宝地啊，朕特意将你安排在此，是想让你教刊经典诗文。经典诗文十分重要，但却有很多纰漏，共30卷，够你忙活2-3年的。这是一桩大事，真希望你能尽心尽力。陛下，这叫臣如何报效陛下的大恩呢？罪臣未能管好家人，陛下该治罪呀。上次陛下在勤政殿召见罪臣，罪臣已经说了，事已至此，罪不容赦。历史上哪一位明君也没有为一人之私而坏天下大业。朕知你无罪，焉能治罪？若如此，朕岂不成了昏君了？若治你罪，才会坏大业。臣拜谢天恩，谢陛下保全罪臣的美德。臣一定会教刊好这部书，绝不辜负陛下对臣的厚望。见过京城夫人。傅夫人来了，快请坐吧。徐夫人啊，最近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你，所以今天赶紧过来看看你。这来之前我还在想，官家会不会在这儿呢？
自从官家把这个福宁宫定为我家夫人休息之地后，就从未踏入此宫门半步了。是啊，这样的官家还真是天底下少见的。徐夫人，你还不了解官家吧？不了解。这官家呀，还真是我最敬佩的人了。他虽然是武将出身，却不鲁莽，特别是对女人，既有情又有义。这说到情啊，主要是对已故的王圣人。官家对王圣人的感情特别深，这从他就只有一位圣人，而没有其他任何嫔妃便能看出来。你们原来蜀国的国主是不是有好多嫔妃啊？还有，从王圣人病故至今，我就没见过官家再亲近过其他的女人。后来徐夫人是来了，但是对官家来说，这跟没来是一个道理。徐夫人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这样的官家历史上哪有过？徐夫人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能有今天住进这福宁宫，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要是听我一句劝的话，以后啊，你在官家面前别总像现在这样冰冷着脸。我相信这用不了多久，官家肯定会册封你为圣人的。我想夫人误会了，圣上召我进宫并非此意，我徐蕊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圣人。你又何时启奏啊？陛下，本人节度使确有无能，又久病在床，近来又匪患迭起，臣以为非陶谷前去能够胜任。陶谷监军成都，功劳颇大，但此人闻过是非，朕怕他不能胜任。陛下，正因为陶谷极尽功名，所以他善揣圣意，能够暗指行事，臣以为陶谷可以胜任。怎么，我大宋朝廷除了陶谷，居然就派不出一个恒海军的节使了吗？陛下，陶谷前去最为妥当啊。人非圣贤，陛下不能因一个人的好恶而受官呐。岂有此理，好大的胆子！恕微臣冒犯了陛下，可是陛下您也要理解臣的一片苦心。赵普一心为了朝廷，也是为了治理好地方，才让陶谷前去呀。朕已有旨意，不远。陛下虽然受命于天，但天乃众臣所托，赏罚乃天下之赏罚，非陛下一人之赏罚。陶谷赴成都有功，恒海军需要他任节使，陛下为何你就不允？你说这天底下谁最大？道理最大。成都的皇宫里，夫人总是爱在雨中散步的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夫人，让婢女为你撑伞，出去走一走吧。
人为何会在雨中站立？哦，原来是晋城夫人，下官是赵普，乃是当朝宰相，为恒海军节使任职一事，与陛下意见相左，被陛下呵斥。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故在雨中等待再次请旨的机会。不知可否请夫人代奏？宰相有所不知，我家夫人刘瑶，以修订史料之事为由，奏请见驾。这是。赵普大逆不道，竟与朕如此对话，眼里还有什么？晋城夫人奏请见驾。徐蕊奏请见驾。夫人说有羞耻之事奏报。朕是。拜见圣上。徐蕊，有什么事吗？有时日不明，特来拜驾请教。何时何日不明？今日此时。今日此时？但不是蜀使，是宋使。哦。